冇事啦。手柄绑住，但系打打下应该会甩咗啲手柄，好似打到口音。总之咧，琴晚就打咗好耐，今晚都要打咗一段时间啦。所以咧，我打得会快啲，讲价比较跟得上。但系见到头先开始分支咗，但系近期照正常。一般嚟讲，我开始玩嘅时候咧，大咗。佢系要喷五次头先嗰啲，等我可以补咗佢之后，佢先至会开始飞格杀。其实基本上就睇伤害嘅，所以如果你打得够快嘅，佢喷补血之前咧，第二阶段系咁就进入第二阶段。咁所以咧，我都讲唔切补血个。先其实有段就系咁喷嘅，打中嗰啲波波佢都会出血同埋导弹啦。咁但系有白光嘅，好多人。叫佢用快波，其實我就覺得應該係佢嘅遺影之類啦，宣稱。咁嗰個就冇得避，冇得躲，要避。避咗一次，仲係咁多。嗱呢個就可以跳下，跳下。呢啲咁嘅。就因為個個人本身其實咩都曬，因為佢會打我成日都中，雖然我射唔爆，但我又唔知點解我唔係成日都射得。而家好出啲射得爆。喂！誒，噴到一下，我以為太多，噴完到噴一下到呢啲咧係會出三個，呢個其實就係。可以趁機會咧，就跳上去。咁但係如果跳唔到上去咧，喂，佢打到咁上，打到臨跳到下三次就可以頭先咁。咁上面呢個次跌就會跌落嚟，咁我就可以成跳上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嘅上攻階段啊！唔可以繼續打到先。波波咧打得爆打佢好多血，但系打唔爆咧就好尴尬，扣我好多血资源，好危险。系扣咗好多啲血，好多血资源就冇得补嘅啦，系咪？同埋炮弹啊！暗套啦，暗套就要用变形扣臂，我觉得稳阵。繼續係小心，佢右手依然喺上面，左手其實依然唔使理嘅。啊，正啊！頭先就啱啱進行一近戰反擊，咁又進入呢個特殊動畫，可以係咁發導彈射佢啦，可以扣好多嘅，應該十個神。呢個位第一避先。其实企呢个位置啲，同埋都叫做可以密集式射嚟打得爆佢嗰个。佢啲呢啲波咧，咁又好啲咯。其实呢啲波仲拍放我哋先，好啊，避埋佢呢个跌落嚟。系咯，有啲人话第一阶段就建议坐起，因为yes，good， 哎呀赢咗。好，系啦，有啲人建议第一阶段坐起。黐住前其實唔係好多用避咗，速力，然之後避開你到
系啦，嚟到打佢嘅，咁所以就一定要系咁。如果唔系，你就要系咁推。但系其实识打嘅话都够紧用。Anyway，yes， 搞掂。